各位老板，我是江老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 Hinomiya 的这个工具箱。上次经过了那个猎鱼人的疯狂999工具箱销售完毕之后呢，这套又找到了一颗 Hinomiya 的550块的工具箱，它比较再缩小一点，再精简版一点，高度手把打开来大概是30公分。那客人很多会说，千浩，你在上次工具箱我没买到，你要买 也都有货。好，那我这边要跟你们分享的是，不管你是做钓，或者是钓什么任何的钓法，或者是任何的钓手，其实这种工具箱不一定局限于说钓鱼使用，工作也可以使用。为什么呢？它打开来上层是像这样，那你要放一些小零件呢？我跟你说啦，钓鱼人一定买不完的零件，也会放不完的零件。它的下层是长这样子，打开来之后还有四层的零件盒，打开来之后它这边都可以做一个卡榫式，看你这边要放多放少都可以。 OK， 这个今天只要你们550块，那我数量只有6颗那售完会不会回补，我也要看公司他们经销这个品牌还有没有打算经销下去，因为年底了嘛。那就555块，550块啦，不是555块，反正呢550工具箱，有需要找到我们联合家具，感谢您。